大家好，我是 Gina。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我在2018年度一直想要做的一个新的企划。其实这个在我在去年的时候就蛮想做的，只是因为去年我一直都在研究影片嘛，那今年差不多觉得可以开始这个企划。这企划我以前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12星座的诞生史系列。那因为这大概是2年前左右的一个作品吧，那这两年其实非常流行层层叠叠的还有石头的造型。那其实我一直非常的想要更新那个系列，因为当初技术不是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表现出来的石头都比较平面一点。那今年的话，我就想要把所有的星座再重新做一个比较复杂版本的诞生史系列，然后并且就是搭配成整套的一个款式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因为三月份是我自己的生日，就是我是双鱼座的，所以我就打算要从三月的诞生时开始做。不过后来思考了一下，觉得这样子每一个星座，就是如果比如说水瓶座啊，水瓶座在那个双鱼座之前嘛，那如果我按照顺序去每一个月份发一篇的话，就会水瓶座人就会很可怜，他就会等到最后一个月才会看到。所以就是我打算在每一次在发布这个企划的时候，然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讲说希望下个月可以看到什么样子的星座，比较多人就是讲的那个星座的话，我就发在下一个月，这样子好不好？好，那先来介绍一下这次用到的材料。那会想要做这企划也是因为我希望每个月可以发一篇，就是除了就是推荐的厂商的文章之外，我可以应用我自己手边所有的素材去做出这样子的造型，所以就不会限定是哪个牌子，你们就可以参考一下我自己本身的爱用的一些东西。好，这次会使用到的颜色呢是这六个颜色，然后分别是路易亚的37号、177跟47号，然后这是 S9 的460N 跟 461N， 这两个半透色是我非常爱用的那个蓝绿半透色。然后这个是上次有介绍过 Tierra 的 J11 是焦糖色，然后也是半透色。然后除了这六个颜色之外，也需要两个素材，一个是这个银箔，这是非常少用的颜色，大部分人都用金箔嘛，可是这个款式需要用到的是银箔。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 Tierra 的这个玻璃碎片。然后建构胶的话，我的爱用是 Belize 这个建构，但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的是 Ficolor 这个透明。然后这两个差异，它比它再稠一点，就是 Belize 稍微稠一点，然后那个 Ficolor 这个比较软一点。那如果你不是一个就是你觉得你的建构常常就是补不平啊，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就是它要怎么样把表面最后建构到平滑，那如果你觉得你还不够纯熟的话，你就选用 Ficolor 这个透明一代，这个胶比较软一点，其实它非常好建构，不过因为我用完了，你看是这样子一点点，然后里面有点脏，所以这个我没有打算要再使用了。那我可能还会再补这一罐，因为这一罐的浓稠度我觉得它以软胶来讲就是还蛮不错的。然后 Belize 比它再稠一点点，这个我也很爱用，爱用的点是它比它再稠一点，但它比较好卸，它卸除的时候是蛮快速，就是可以整片剥落，所以这个我也蛮喜欢。这两个都是我爱用的建构，那如果有想要买建构的话可以参考一下。那当然还有稠度更高是我用来粘钻的，那目前就是这一款式的话，我觉得推荐这两个建构都可以做。啊，我刚刚忘记讲，这次用到笔呢，其实我平常会用的笔真的不多，就是大部分就是平笔加彩绘笔，所以这次用到的笔是 Ficolor 这支，好像是809的平笔，然后还有 Mananeo 的这一支比较长的彩绘笔。这一支细长的用来画那个石纹，我觉得非常方便，因为它可以拉长线又可以拉短线，然后又拉出来的线又够细，所以那个天然石那纹理我觉得蛮好画的。
那就是这次用到了两支笔。好，首先会用到461这个颜色 S 的 461N， 不过 S 现在好像有点买不到了，局部的拍上这个蓝色。有些地方可以深一点，有些地方可以浅一点。然后因为海水蓝宝它其实是一个蛮浅蓝色的东西，所以虽然有一些重色，但是它基本上整体来说是浅色、浅蓝色的，所以透色的时候不要，就是深色的地方不要放。我之前有讲过，石纹就是要弄得有一点点脏，会看起来比较像一点。它虽然是同一个色系，但是它还是会混到一点点其他的颜色，所以这边我有选用 460M 这个蓝绿，稍微把它加一点点绿色在一些局部的地方。然后 S 的胶因为它的饱和度都很高，所以取用的量我都非常非常的少，然后可能只是在局部的地方做了一点点点缀，让它绿色有一点点弄脏的蓝色。但这款整体而言它就是水蓝色的，因为它是双鱼座的诞生石嘛。接着使用建构胶，先薄上整面，然后取银箔。我后来发现海水蓝宝这个石头啊，它其实比较跟我们之前画天然石比较不一样，它的纹理比较呈现同一个方向，所以你在碾的时候你可以先决定一个方向，比如说我现在要画左下到右上的这个斜度的话，你的银箔可以按照一下这纹理去碾。那大概粘这个样子之后，就可以先把它固化。177这个半透白，然后它的纹理是这个样子嘛，选局部把它点上。大概像这样子。然后如果放上一块比较深色的白色的时候，我会把它的边缘稍微拉开一下，这样子你可以看一下侧面，它也不会说有太高的厚度，都是这些部分都是注意之后你待会建构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麻烦。好，这层白色固化之后，再拿出461M 这个颜色，拍在这个局部拍上颜色，有点加重的效果，然后可以拍在银箔上，你看银箔就变成水蓝色的了，就变成这个水蓝色，太亮了，对不到焦，这样子，稍微拍打完之后，这一层就去照灯。接着拿出路易亚的这个37号彩绘白，这边固化之后开始画第一层的纹理。然后我刚刚讲过，因为我在设计这一款的海水蓝宝的时候，它其实是属于比较大一点的石头，然后去做切割，所以它比较不会有太多交错的石纹，就是以这一款的概念来讲，我没有让它太多的交错，所以我画的纹理比较同一个方向。然后我每次只要有贴这种银箔或金箔的时候，我在配置上面会沿着我刚刚粘的那个东西去做配置，因为它等于是它的浅色层嘛，所以它应该是会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所以我会沿着那个我贴的那个银箔，然后去画线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配起来是比较顺眼一点的。
也比较不会有那种太多不明白的线条出来。好，那第一这一层画完之后，使用平笔把边缘拍开。这样就可以去照灯。那我们刚刚第一层画完之后，它是不是都是呈现一种水蓝色的感觉，然后那个音波也被我们染成水蓝色。那再上一层薄的建构，石头的东西啊，就是要让它有一点脏，所以找一个地方加一点 J11 的这个焦糖色。然后现在上面还有建构胶嘛，再粘一点点的银箔，让它变得比较白，因为刚刚的银箔都已经被染成蓝色了，所以再找一些地方放最亮的银箔。接着拿出露亚的47号，这颜色是属于比较可爱的蓝绿色，因为这一款啊都是用透色，所以它到最后如果封起来，它会很透。我觉得就太透明了，所以还是要在局部地方把它加强一点点的那种有点奶油色的感觉，就是它石头就是很厚的时候。呈现出来一点灼灼的那种，有点带有果冻的那个蓝色，就是这一块呈现出来的效果。局部的地方把它拍上，然后因为露亚它颜色其实也是蛮饱和的，所以它也是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呈现出来这种有点带白色的蓝色、粉蓝色效果。不然封起来的时候会有点太透明了，我觉得那个质感就比较没有很好。但是还是要留透明的地方，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层叠，就是要看起来有一种穿透感，所以在盖的时候我都是盖一点点局部，但是就是沿着你刚刚画线的那个配置去做一些纹理上面的层叠。然后比如说你做真假，因为假片比较看不出来，可是真假如果你两侧的地方没有做一些颜色的话，很容易看起来像是没涂好，所以在做真假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饱和的色或是比较重的颜色我会放在两侧，这样子你在画的时候比较不会觉得你侧面其实有漏洞。然后像这种层层叠叠啊，我会选用的胶都是那种它可能颜色就是蛮饱和，但是它只需要沾一点点的话又可以拍散，但有一些胶它可能是蛮透的，可是你在拍打它的时候它都是被你的笔刷带走。其实我在社团的时候常常看，就是像这种比较流动啊或者是层叠的东西，你会出现很多的笔触，其实那部分就是跟胶会蛮有关系，因为有一些胶它可以拍的比较浅一点，但是还是留有颜色，但如果你用比较水一点的胶的话，可能就会看不太出来，然后你就会沾的有一点厚度，有一点厚度之后它就比较难拍散，所以你的色块会比较明显。那这边就可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选胶的话就是真的是看你自己对于材料的熟悉程度啊。然后这一层固化之后，稍微再画几笔细细的线，然后用平笔再稍微拍淡一点，这样就可以了。玻璃碎片
它其实是有一点透明的，所以为什么要在最后的时候放，是因为它如果你叠在中间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最后就是不用全体放，就是沿着某一条线然后去摆它就好了，因为这样子就会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看得到，但不会每一个地方都亮亮的。这层固化是为了把刚刚那个白色给固定。好，固化之后最后上上层就完成了。然后上层我现在最喜欢的是独角兽的这一罐，好像是二代上层吧。这一罐的我觉得硬度很够，然后抗磨损能力也很好，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上了上层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纹理跟层次的部分。先去照灯，好，这是固化完成，你可以看一下侧面的地方呈现出来的纹理，就是里面的银箔变成浅蓝色，然后外层的银箔是银色的。这样子出来的透感，然后这里有一点点那个最后上出来的那个玻璃碎片，它在光线下去的时候才看得到，我觉得还蛮美的。然后这里有一点点就是我们弄脏的那个咖啡色，我觉得从里透出来那个感觉就蛮像真的石头的，放在指甲上面呈现的感觉。最后整组出来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然后搭配的这个单色呢是 FC 这次的，我前几天才刚收到的，这个12号有点裸透色，我觉得它这个上真甲会很美，可在甲片因为甲片有点透，所以就会看起来比较透感，可是这个上真甲会很漂亮。那心愿胶也是最近会介绍，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整组呈现出来的效果。那最近我就是疯狂的热爱银色的年状啊，所以我就各种款式都想要搭配一个华丽的贴饰。这一次有用到的这个人鱼色的组，好像之前陆毅雅给我的这个颜色，不觉得跟这个很搭吗？然后中间这个人鱼色的珠啊，是我这次去日本买的，这个有点偏光的贝壳，我觉得超美的，但放社团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不太感兴趣。不过社团那边我已经删掉了，虽然我有多的，那往后的话如果有在要就是试出一些素材的时候会在一起放。这个我觉得超美的啊，我那时候就想要来当主钻。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也希望大家看得还开心。那别忘记，到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下个月想要看哪一个星座的诞生时的款式。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麻烦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一个赞。那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人，再麻烦订阅我的频道。那就下次见喽，拜拜。